我在台中的一个河堤旁边，今天我们要去火焰山拍照。那边有别人在拍照，然后我们要先下去。今天的天气很好，所以应该是很好拍。好，留下看一下阵容。我长大之后当小雨的小雨 ，Amy， 还有 Amy 的朋友，大家可以去看我们之前《Photo Go》第三集有 Amy 拍的照片，先找她来当 model。好，那我们先再往前走。火焰山其实是在苗栗，但是要拍这个角度就需要在台中，所以我们现在是在台中，隔着一条河看到火焰山。然后前面有人在拍婚纱，我们到了，然后不止一组拍婚纱，然后还有两组就等着拍照。然后我们发现其实这边有更好下来的路，这个楼梯可以下来，这边就是河的旁边漂亮。然后现在很热，因为坐在那边，然后可以开始拍照。大景很棒，很漂亮。给大家看一下，这边蛮多这种漂亮的植物，我也不知道是什么，就是不错。我们现在是在与这个草拍照的过程。加入外套的元素，小雨来示范一下。套西装，对，勾这边它才会正。对 ，OK， 好多了，好。好，外套勾勾。好，太热了，我们现在来石头公园休息一下，等一下再回去。Amy 现在还拍照吗？啊，有啊，就是拍风景。哦，对。那大家如果想找你拍照，可以吗？看状况。哦，好，先不要，先好吧。对，是这样。对 ，Amy 她要毕业 ，Win 是那个吹中国笛，中国笛，对，很酷。我第一个认识吹中国笛的人。哦，真的、哦？对，只有啊，你有认识第二个哦，你的老师啊，对。我说其他吹中国很多吗？大家如果想看中国笛，可以找的。小雨刚遇到他的朋友，车夫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还有今天有小雨，对。对，石头公园之后有机会可以来啊，它里面应该也蛮好玩的，但今天太晚了，先不去了。好呀，我们又回来了。真的哎，真的是Ben。现在是夕阳时间。哦，哎呦，真的是笨！对，现在有人在拍 MV， 这么帅。我们搭配着乐团的音乐，然后来这边拍一下电塔。好，对，然后这是对 Amy 换的第二套衣服。好，他们现在变成大批的同学一起加入 MV， 然后我们现在来拍一下双人。太阳离开我们的时候，光线很美，所以等我回过神才发现 GoPro 还放在很远的地方，所以接下来就是看照片的时间。Thank you.
啊，太阳差不多下山，然后现在是合照时间，对。现在时间差不多是6:30，我们收工。我觉得差不多5点之后的时间是比较不会那么热，或是就是冬天再来，夏天这一阵热死了。那今天感谢 Amy 还有 Win， 然后小鱼，好，就这样，拜拜。给大家看一下火焰山之前我们的力宝石饭，那个星巴克蛮漂亮的，上面有这个装饰，看一下换力宝的大家。